欢迎收看《筹码赢家》，大家平安。今天台北股市又下跌了哈，来各位，今天收在最低点，跌了343点。大家看到这样的盘势哈，都很紧张。等一下我会把大盘给各位来做一个分析。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各位，这是首次破天荒筹码赢家系统，各位我要开放体验哦。好，那这边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节目才一刚开始而已。好，我相信已经很多人看到微博老师的节目，哎，筹码赢家系统要开放了。电话拨通前十名，我们将开放一周体验，我要让你体验到翻红的买点，让你亲眼看得到。而且各位，你可以跟我同步的一个操作，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股票现在是不是有机会翻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股票现在要不要出。各位，这是首次哦。好，所以只有电话拨通前十名，可能在我讲完的时候已经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了，所以要抢的人赶快，各位赶快哈，就把握这个机会哦。好，我们先回到大盘，大家关心的是台北股市，对不对？各位，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昨天微博老师给会员的传真稿。昨天是2024年11月26号，今天是27号，今天礼拜三。我昨天的传真稿是台股筹码又出现转弱，你知道为什么大盘今天会跌吗？今天台股的时候是大概开平，开盘的时候大概是跌13点，但是收盘的时候却跌了343点，是呈现开低震荡逐渐走低然后往下杀的一个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台股的筹码昨天出现了改变，各位，台股的筹码昨天又出现转弱状况。其实我们在11月25号，就前天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会员讲了啦。来，各位，11月25号，好，我们先看一下11月25号台股在哪里，这边好，反弹上来到这个地方刚好面临到压力。好，各位，11月25号传真稿我跟我的会员讲，我说台股或许还会拉回整理。好，那果然后来就拉回了，对不对？好，拉回来过程当中为什么今天还会继续往下跌，我们把这个内容看完好不好？来，各位，这是11月26号传真稿。好，昨天的台股下跌了269点，今天又跌了300多点。好，那这个昨天成交量已经缩小了哈。那我在前天的传真稿才跟我们的会员讲说，台股或许会整理拉回，主要是因为外资在期货放空台股，包括像台积电的一个卖压，它会做压低的一个动作，因为外资在期货部分它是不空单的。好，结果呢，好，昨天26号就拉回了。好，不过大盘拉回能守住支撑，只是筹码受到影响再度转弱。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大盘又回到了测试支撑，并且需要守住支撑之外，还要等待筹码再度翻红，跟我们之前所讲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在筹码还没有翻红之前，要有心理准备，台股还会整理或者是拉回。好，各位，这个是昨天26号我们跟我们的会员讲的。这样各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跌了吗？我们其实在看盘过程当中，微博老师涨跌完全去用筹码去抓，你会发现这样的方法其实正确的。不然很多人 看到的是涨的时候你会去追股票，跌的时候你要去杀股票。我跟各位讲，你这边不要卖了哦，台股随时要反弹了，你信不信？台股随时要上涨反弹了。所以你的情绪一定会受到什么？受到这个盘势盘面的影响。但我们在25号的时候，11月25号，各位，11月25号台股还涨了44点哦。我们就跟我们会员讲，台股或许还会拉回整理。那拉回整理的时候，昨天跌多少？昨天跌269点，跌269点，我跟我的会员讲说啊，因为筹码又出现转弱，所以筹码转弱的时候，各位，
在筹码还没有翻红前，要有心理准备啊，台股还会整理或拉回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要可以抓到筹码的这个状况，你可以避开很多风险。就比如说好了，我做个举例哈，来，之前威宝老师操作一档股票过，叫3086华裔。好，3086华裔，我们之前买的时候是从172，买进172，在八月的时候哈，然后一直到九月份，我做获利卖出。好，我们是从172，然后一直到260卖出。好，260的时候是9月24号那一天。好，9月24号那一天，华裔出现什么状况？你知道吗？3086的华裔出现筹码出现冲动。好，各位，我们回到3086华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哈，你如果可以把筹码掌握住的时候，其实对于各位的操作来讲的话，你可以避开风险，你知道吗？来，各位，这是9月24号，我们之前操作华裔是操作这一段。好，那华裔在9月24号当天出现什么状况？来，我这个讯息里面我有写，筹码出现松动的状态，所以当那个时候出现松动，我们当然是要做卖出的动作啊。那你会回头再来看，你卖掉了之后，各位到今天华裔已经来到150了，那这样一来一回的价差260到今天150，各位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吧。好，一张就好了，一张就差了110块，一张差了11万，那如果是10张呢，就差了110万。这个钱是可以不用赔，是可以省下来的。我常跟各位讲说，各位你不要像盲剑客一样在做股票，好，绝对不是看到股票涨去追，看到股票跌去杀，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看得到它的未来的状况，你要看得到这一档股票的主力的状况，你要看得到这一档股票的筹码的状况，那这样的一个方法才会让各位赚大钱啊。所以如果你掌握筹码，为什么来各位今天行情下跌，对不对？为什么威宝老师要特别破天荒开放？各位，我为什么要特别开放筹码赢家系统前十名开放体验？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让你知道这样的方法会帮你赚到钱。而且你，我们先讲避开风险好不好？我们先不要讲赚钱啦，先讲避开风险啦。因为如果你连风险都控制不住的话，你怎么赚钱？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股票跌你今天就把它杀出去了，你今天卖出股票，如果接下来反弹呢，啊，你又要追吗？是这个样子吗？看到涨的时候去追，看到跌又去杀，是这样子做股票吗？好，各位，我举个例子来跟各位做说明好不好？来，各位，这张股票叫615的影威。好，今天影威从1280元跌了110元，跌到1170。好，那我给各位同学看一下影威的筹码状况，同步的哦。如果来，各位，我给各位看一下哈。来，这个是筹码赢家系统。好，我们看整体，看整体，这是筹码赢家整个系统的画面。好，那现在我们包括有做出什么来？我们再稍微拉近一点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筹码选股？有没有看到筹码选股？甚至我还做什么当冲选股？我除了要你做波段之外，我还要你做当冲。好，我们看整体。那我刚刚讲的那一档股票是什么？6515的影威嘛。好，我们回到影威哈，因为这个是加权指数。加权指数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又在大跌？因为昨天的筹码转弱，有没有看到？昨天筹码转弱。好，那我直接哈，画面停在这边，画面就停在这边。好，然后看整个，因为我要输入给这个投资朋友看。整个画面，啊，这个连对筹码赢家系统这边整个画面，好 ，OK， 就停在这边就可以哈。等一下我们再拉做拉近，再请导播做拉近。615的影威，好，我先点出来这张股票叫做影威，好，然后我把画面放大好不好？我把画面放大，好，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我把画面放大，好，我先看这个地方哈。来，我回到今天的位置点位，我们先确认一下这张股票。是不是6515的影威？好，那我们看整体。来，你看哦，这是今天，来跟我们看一下，这是今天拉近一点看日期好了。今天是不是11月27号礼拜三？好，我把时间点再回到昨天哦，回到昨天。好，这是昨天礼拜二。好，
昨天的隐位出现什么状况？各位好，我们看整体，你有没有看到它出现筹码转成绿色的状态？你有没有看？其实它之前筹码就已经乱掉了，之前筹码转成绿色。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问各位，你现在都看到证据咯，昨天你会去买隐威吗？你昨天你会去买隐威吗？我们先讲避开风险的地方。如果一档股票你连风险都没有办法避开的话，那你怎么接下来你怎么赚钱？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到相对的这个内容跟证据的状态之下，你昨天你不会想买隐威，你不会买隐威的话，各位今天隐威跌了110元，你知道如果是一张我可以帮你避开多少钱吗？11万啊，110元。那如果是10张呢？我光昨天跟今天如果是10张的话，我就帮你省下110万了。那你觉得筹码赢家的系统，各位值不值得你来体验？值不值得你来体验？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很多人他会像盲剑客一样，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档股票涨，我们会想要去追，想要去买，然后跌的时候又想要去杀，但实际上你都搞不清楚你的股票状况 的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你买股票应该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有好方法？你是不是有好方法？如果你有好方法的话，就像我一样啊。为什么我跟会员讲，我昨天跟会员讲今天大盘还会再跌，昨天11月26号我跟会员讲，在筹码没有翻红前要有心理准备，台股还会整理跟拉回啊。各位，这是昨天11月26号的传真稿。今天呢，今天又跌了300多点，343点。为什么我们能知道？不就是一个好方法吗？各位，所以我要跟各位说，其实操作股票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不是看价格，也不是看什么成交量的大跟小，各位这个都过时了，因为主力他们都会用这个来骗各位。但实际上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筹码实际的状况的话，你要赚到钱其实并不会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当行情来的时候，你如果可以掌握到第一个叫主力股，第二个叫筹码翻红的股票，你会赚到钱。我们过去例子有很多啊，对不对？来，各位，4931的新胜利啊，不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吗？那当时候我们跟各位怎么讲？哎，我说听说这张主力股有人要做呢，然后呢，当时候还没涨啊，我们跟各位讲拉回就是买点啊。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做的股票，再加上筹码多方的股票，各位你看，从我们买进到现在35.9元。到今天为止，57，我们就以收盘价看就好了，我们不要讲说今天最高来到60块了，57块。再看一次哦，魏老师买进的价格是从35.9元到现在，各位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当时候锁定本来就是10月到12月了嘛，各位。57元，那我们完全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给各位看好了，来，4931新胜利，这是4931新胜利，对不对？好，新胜利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这边了，对不对？好，那它整理的过程当中，之前这边是一个洗盘的动作，然后筹码又出现了翻红，从翻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维持红色状态。所以翻红的日子是哪一天？我们回到当时那一天。好，往下看一下时间点，2024年11月7号，2024年的11月7号，来，我们回到当时候哈，11月7号，35.1。那如果说
你在操作一档股票的时候，当它翻红的买点，你亲眼看得到。那各位，你觉得你能不能赚钱？好，翻红的买点你亲眼看得到，翻红的买点就我刚刚讲这边，翻红的买点你亲眼看得到。好，我们看整体，现在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包括振华电也是一样啊。8114振华电啊，这个也都是之前的哈，这个都是之前的。好，那锁定的股票我们都不用追，我们都是利用拉回来买。我买股票都是利用拉回来买，为什么？拉回来买，然后等它往上涨。所以我们之前在160就注意振华电操作，一直到200多也还在做买进的动作，对不对？各位，811振华电306。306，好，再看一次，160就开始操作，213，各位，它不是一天涨上去的哈，它中间涨上去需要经历洗盘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可以锁定它叫做主力股，然后锁定主力股的时候，我们再去发现它的筹码的状况，各位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一档股票当它的筹码如果翻红的时候，各位，你能不能看得到它的买点？你能不能看到它买点？好，我随便再举例一档股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有人有没有这一档股票叫3661的世新 KY？ 今天跌了90块，今天跌了90块。好，世新 KY 现阶段的筹码状况你知道吗？我先给各位看为什么下跌了，好不好？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做嘛？你该怎么做嘛？来，各位，好，这是3661世新 KY。好，我们看整体就好。为什么世新 KY 这两天又偏弱又拉回来了？世新 KY 之前也涨一波啊，当它筹码红色的时候，它也涨了一波啊。但各位有没有看到，世新 KY 在昨天的时候筹码变成绿色状态？他告诉我们他转弱的状态的时候，那你要买吗？如果昨天世新 KY 转弱你不要去买它，那今天90块钱你不就是可以省下来吗？各位，90块耶，不是买一个便当的90块耶，一张就9万新台币，一张啊，只有一张而已啊。那如果说你是10张呢？如果你是10张的世新，各位，我昨天到今天就帮你省了90万啊。所以如果你想买，比如说你现在接下来你想操作世新，接下来你想买世新，那你不就等到筹码再翻红吗？你不就等到筹码再翻红吗？没有翻红之前你要买吗？如果明天翻红你明天买，如果明天没翻红你不要明天买。所以我要各位去跟我体验翻红的买点，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甚至你可以跟我同步动作，你可以跟我同步哦，跟我一模一样同步哦。比如说威博老师现在买了，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老师会买这一档哦，这档股票是有主力买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买的股票我讲过，我只买主力股嘛，我买主力股我又发现它筹码翻红，那不就是绝佳的进场机会吗？如果你要反败为胜，如果你套牢股票要做处理，你想赚钱不就是要这样子做吗？难道你要去买一些筹码是绿色偏绿的空方的人家没有在做的没有主力买的股票，那一种你要那一种我是绝对不会碰的。所以我们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去汰弱留强，把弱的股票换成强的股票，把没有主力买的股票换成主力买的股票。那这样的个股当它翻红的那个点位，就是各位你最好最好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威博老师今天跟各位讲这个是破天荒啊，只有前十名而已，前十名而已。而且我跟各位讲，电话拨通前十名，电话拨通的前十名，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叫筹码赢家系统。好，这个筹码赢家系统我大概简单跟各位看一下，做个介绍。它不只是包括这个电脑了，平板了，
手机啦都可以。好，比如说你人在外面，对不对？你用手机也可以看到你的筹码状况。来，这就是筹码赢家系统。好，筹码赢家系统。然后这个是画面，你看到我们有做什么？来，我们再给拉近一点给各位看一下。全指股，好，有什么全指股？这边有自选股，这边有热门股，这边有类股监控，这边有热门产业。好，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哈。好，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在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给各位来做一个介绍。但是各位，我们有这个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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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今天Web老师特别破天荒开放电话拨通的前十名，好，我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翻红的买点。好，你可以亲眼看得到这个所谓的翻红的买点，这是各位的机会，所以好好把握这机会，不要错失这机会咯，明天没有咯，好好把握，利用广告中赶快跟我联络。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这个行情，各位你不用担心，它随时会有反弹机会。但问题是，反弹上来，你到底是要买还是要卖？这个你就要有方法来做判断。好，你不能只是说看到涨又赶快去追了，然后看到跌又赶快再去卖了，不可以这样子做。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场赚大钱，你一定要有好方法。好，Web老师一直在教各位好的方法，因为这样的方法长期才可以帮你累积获利。尤其是现阶段的时代，川普明年就任之后，整个世界的一个格局变化可能会更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各位你不要像盲剑客一样，像过去一样每次做股票都乱做，看到涨就去追。好，有的人就是看价格，我之前不是跟各位讲吗？只有新手才会看价格，他才看价格涨，他才会去买。你看你是不是看到涨你才去买？那为什么我的股票我都是买跌的？因为我看的是筹码，我并不是看价格，我也不是说啊今天的量多我就去追还是怎么样，不是，筹码才可以掌握一切。所以你应该不要像盲剑客一样乱做，好，懂我意思吗？那怎么掌握筹码？好，因为在目前法人界，包括像主力的部分
他们也都是用所谓的一个城市交易化的一种做法。那这种城市交易化做法对一般的散户他比较不懂，那我们在接触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东西都 AI 了，你有没有发现各位这种进步的状况，连股票市场人家都在做进化，人家主力啊也在用 AI 做选股，用 AI 去做判断，那你难道你不应该也运用这样的方法吗？所以威博老师特别跟各位讲说，破天荒的原因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啦。我跟各位讲啊，明天就不会给各位分享，为什么？因为只有前十名而已，只有前十名而已，所以你要电话拨通好不好？电话拨通的前十名，我们开放一周体验，让你体验什么？体验翻红的买点，让你亲眼可以看得到，到底这一套系统，看到筹码的系统对各位来讲有没有帮助，对不对？如果会翻红的股票，会让你大赚的股票，那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做？好好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哦，十个名额，赶快拨通电话。那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明天再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